咬不动，哎呀，咬不动。苹果妈妈，你会不会吃啊？这个面是生的，你当然咬不动了。这个面条呢，吃的时候需要煮一下才能吃。这面一点味儿都没有，煮着吃能好吃吗？这个呢，是小熊家道家的番茄肉酱意面。你别看它现在没味儿，煮的时候啊，加入里面的料包，它就好吃了。现在啊，我就煮给你尝尝。水开啊，下入锅中，加入橄榄油和海盐。煮好之后呢，把水倒出去，加入番茄肉酱。这个番茄肉酱呢，都是选用的新疆番茄、黑猪里脊，我们把它搅拌均匀，再撒上欧芹碎。意面做好了，出锅。每一个面条上啊，都裹满了番茄肉酱。我们来尝一尝，嗯，口感呢，酸甜纯正，嫩滑多汁。哎呀，苹果爸爸，快给我来一口尝尝。嗯，好香啊。嗯，看大块的里脊肉，这个口味啊，不舒服。你们吃过这样的番茄肉酱意面吗？